个时候应该要上演，要跪下，然后单膝下跪了吧？其实彩排的时候看到 Runner 有这一段，我心里一直在想说，当天会不会出现？而且我们在包厢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暴动，因为他们都穿白色，所以自己在彩排。但为什么没有下跪啊？这个吗？旁白哥爆爆孙协志为何没下跪求婚，许梦哲之前爆老友的料。啊，累不累？你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才刚开始，有点累了。哎，五五六六安可场演唱会日前落幕，让孙协志累到的甜蜜附和是他救地下女友夏雨桐上台合唱共舞。真的有问题呢，连团员许梦哲也这么觉得。事后他和老婆赵梦姿出席时尚活动，在台下看演唱会的他有什么心得呢？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今年刚好是20周年，不管是台上或是台下，跟他们的互动，我觉得很感动。这个时候应该要上演，要跪下，然后单膝下跪了吧？对，因为其实彩排的时候看到 Runner 有这一段，我心里一直在想说，当天会不会出现？而且我们在包厢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暴动，因为他们都穿白色，所以自己在彩排。但为什么没有下跪啊？对，这个嘛，我觉得虽然当下的氛围是合适的，但其实就我对鞋子了解，他不应该是不会在那个时候做这样的。三立娱乐新闻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报道。